家观看由密史君给大家带来的本期精彩内容。2012年世界末日的消息每个人都知道，可是我们都已经活到了现在，人类没有灭绝，那么2012人类其实已经死了是怎么回事呢？有人说人类已经死过一次，只是时间被重置，所以我们才会活到现在安然无恙。难道世界上真的有穿越时空或者时间重置这样的操作吗？2012年仿佛还在昨日，但是如今已经过去了六年之久，更有许多网友声称自己的记忆已经混乱，很多已经发生过的事情再次发生，或者是记错了，所以就有了一种说法，2012人类其实已经死了。据说世界末日真的在2012年发生了，而地球被认为的改变了时间，人类在另一个时空维度被复活，其实我们在2012年就已经死了，只不过时间被重置。原文网上有人说，十多年前曼德拉去世过一次，电视报道过的，很多人都记得，但是这样的事情却怎么也查不到证据，连网上的痕迹也都找不到，和科幻电影里的一样，一切都被抹去了，仅仅在一些人的脑子里留下了一些记忆，可这些记忆不被别人接受。网上说前些年这种发生两次的事情不少，在这期间有很多名人都死过两次，还有一个外国的著名作家，原因是时间被重置，也就是说地球被人为的改变了时间坐标，也正因为如此2012才避免了末日。2012年12月21日是玛雅预言的第五太阳纪，也意味着地球毁灭，世界走向末日之端。在那天没有到来之前，人们一直提心吊胆，总以为那天就是自己生命终结之时，不过现在都过去差不多五年了，感觉当时什么也没发生过。每当谈起世界末日这个梗，人们也只是轻描淡写的笑过，然而真相表明这并非一个笑话。大家是否可以回想一下当年发生的事情，包括那天，你们还有印象吗？很大部分人或许都不太能回想起来了，那是为什么呢？是我们的记忆力都衰退了吗？还是短暂性失忆？科学界有一种说法认为，人类之所以记不起来，是因为时间在世界末日那天被重置了，也就是说世界末日中的时空因素被改变了，因此我们回到了世界末日还没有发生的很多年前，只是我们不知道，还以为距离2012年越来越远，实际上却是我们现在的时间还没有到达世界末日的终点，我们陷入了无限循环的重置空间中，这个空间也可以理解为重置所延伸的平行时空，我们都因为时间重置而逃离了原本生活的那个时空，而在那一时空中，世界末日是确实发生了，地球已经被毁灭了。更有人说，其实我们在2012年时已经死了，因为时间重置，我们死而复活。何为时间重置？它其实是指地球上的时间轴被重新设置，导致时空发生改变，我们回到了 N 年以前，而我们又重新经历了这些年发生的一切。曾经有人说过，曼德拉在十多年前就已经死了，据说当时很多报社都报道过，很多人也都记得，但是因为时间重置，他又复活后在2013年去世，而关于他十多年前已去世的消息如同人间蒸发一样消失得无影无踪。大家在日常生活中是否也记得，有些事情好像曾经发生过，有些画面我们会觉得很熟悉，好像曾经经历的一样，但却想不起来在何时何地何年何月发生过，感觉我们就像一直回到原点无限循环。也许现在的我们实际上是活在被时间重置的平行时空中，而玛雅预言的2012世界末日让我们涅槃重生，生死循环。另外大家还可以去查查这个人名雷特沃克，这个人是个作家，擅长以黑色幽默的手法来表达自己的文字。这篇文章说97年他去世，我搜了下资料，97年的时候他写了一本书叫《时阵》。
就是说所在世界的时空突然出了问题，所有人回到了十年前的世界，重新把自己做的事情又统统做了一遍。国内还有翻译出版的，十年后他死了，是2007年，也许这个作家知道一些真相。密史君查了半天，原来又名库尔特·冯内古特时镇本人声称该书为封笔之作，写的是时间突然倒回了十年，而所有人不得不把这十年里发生的事情一模一样的再做一遍。作品中充满着后现代写作手法与辛辣的黑色幽默。冠军早餐中的 Kilgo 再次在这里出现，以他的短篇小说为作者代言。现实可能进入了另一个时间轴，影响着未来，改变着过去。正在进行的研究和零碎的证据似乎都表明现实被重置了。不管这多么不可思议，人类很可能已经进入另一个现实，回不去了。ATS 论坛中的一条广告引起了群众的热议，一些知道内幕的人怕说出来后会被认为是疯子或神经病。但已经有很多人都感觉到了现实的变化，与亲人朋友讨论过后发现有人能回忆出这些变化的细节。 ATS 报道了关于时间异常的现象，我觉得是时候该认真研究了。这些是 ATS 成员列举的异常现象：一、已故名人复活；二、历史改变；三、电影书籍的改变；四、建筑街道位置的变换；五、大陆板块的变换岔路口。试着回想记忆深刻的事件，将这些记忆碎片与他人的对比，一些人能回忆起他人不知道的有关这件事的细节，这是怎么办到的？图片对人类认知意识的研究表明，人类的思想不只是内次元的，而是发散式的，大脑存在于生物机体内，但却是按量子层面理论运作的。物理实验表明，量子存在的意识及现实都能影响大脑思维，这很惊人。但更不可思议的是，大脑能影响量子及其携带的信息。实际上，宇宙传递信息给大脑，大脑反馈信息给现实，这一切嘟嘟在以无形的方式影响着这个多次元的世界。大脑将思维紧系这个宇宙，一旦意外发生，打破了这一紧密联系，大脑会接受新的现实，再次和这个新的宇宙紧密相连。一些人能回忆起过去现实的碎片，但其他人一点也想不起来。这就是思维跳跃，而不是时间迁移或时空穿梭，这是随着量子纠缠的宇宙迁移。近来研究发现，量子纠缠能够穿越所谓的时间障碍。普林斯顿事件 Pair 普林斯顿工程异常研究实验室从1979年到2007年间做了许多优秀的实验，关于人类意识的实验结果引起了很大的争论。科学家用随机数发生器追踪所谓的群体意识 REC 随机事件发生器，将数据绘制成图表，图表中有一个峰值，正是在这个峰值之后发生了影响全球的重大事件。 PAIR 试着找到科学家所说的共振状态，他们说数据显示，在面对共享认知和情感活动的人时，会出现持续不变的迹象。量子意识的多维双曲线接口 Robert G. John 是项目负责人，另一位伟大的科学家 Roger D. Nelson 也是参与者之一。 Nelson 的著名白皮书《世界重大事件的连续型随机数据的相关性》假设群体异常现象的产生是情感智商驱使的，使参与者形成共同的意识圈。 REC 是通过随机产生的异常数据证实这一点的。研究结果让大部分支持这个项目的人相信群众意识能够预知重大事件的发生。 Field REC 数据显示，这些重大事件都集中在峰值处，比如戴安娜王妃的逝世及美国恐怖袭击事件。群众意识能预知的假设是建立在已搜集的数据基础上，而不是实验结果中。同样的，评论家开始质疑这个项目的有效性和数据采集过程的方法论。毫无疑问，事件发生的高峰期被认定为分歧点，这些事件破坏了意识中的时空联系。普林斯顿研究所如是说道。
峰值除了导致无意识的参与某个事件，使时间倒流，也可能使意识转移到另一个现实或时间轴中，事件的冲击性形成三岔口，可能的未来，最不可能的未来，或是重置过去。揭秘2012人类其实已经死了，真的假的？这是全球进行的完美人生计划，将末日之前的人类全部引入睡眠，进入共同运算却彼此分离的梦境。梦境发生器安放在地球的几大重要位置，每次安放都引发一次巨大的地震。现在你以为已经过了很久，实际上现在还是2012年，是2012年的一场最大的梦，末日还没到来，已经即将降临了。不过不要担心，你会在梦中度过足够的人生的，这就是完美人生。似曾相识的感觉是来自既视感，也意味幻觉记忆，指人在清醒的状态下第一次见到某场景却感到似曾相识。有人把这种现象当作灵魂漫游或前世记忆的证明，脑科学界普遍认为这是因为记忆的存储出现了短暂的混乱，导致大脑把刚刚得到的信息当成了久远的回忆，所以这种情况多半是在人们感到疲倦、压力，或是被不熟悉事物环绕的情况下出现，因为此时大脑无法一一处理接收来的资讯量。相较于老年人，年轻族群比较容易出现既视感，一来是年轻人的行程比较飘忽不定，周遭常出现陌生的东西，二来则是年轻人的生活较为忙碌，大脑常常会打结。当我们遇到一个与过去经历相类似的情境，脑内处理过去那段经历的神经元可能同时产生冲动，造成既视感，这可能与海马回有关。因脑部处理错误，将眼前讯息错误的当作成或判断为记忆当中的画面。从医学角度中，成因为由于左右脑的信息处理突然不协调所致，在长达数秒的视觉过程中，误认几个毫秒前曾见过的东西为过去曾见物的一种错觉，而更多的人更愿意相信2012年人类就已经死了，我们在重新经历自己曾经经历过的事，我们都在扮演者活人。但是这种说法未免也太恐怖了吧，细思极恐，周围没有活人。密史君只想说脑洞是真的很大了。今天的内容讲到这里，您可以在下方评论区发表您的看法。如果您喜欢密史君，还可点击视频右下角订阅我的频道，每天都有精彩内容带给大家。